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的539会员们、读者们，大家晚安。今天2018年啊，10月1号星期一晚上的8:47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奖报告。今天开奖的号码04231104123256，那么我们用的是26尾了啊，3234。就他看到36，我们6尾有中，四尾没有，四尾是没有中的，三四独资啊，也那么二尾呢，他也没有开啊，就开个六尾啊。今天是失败的，第一次失败，各位，今天第一次失败，我们常常中奖也是不对的。赌博就是个理论，就是有输有赢。当我们输到第四次，在凹啊，我们从来不输钱的。